哇塞，它叫做 E-Light， 它叫做 E-Light， 是那个恐龙E耶，是 E-Light。你想要用 E-Light， 这个键盘好像叫 B 什么 friend， 是 B friend， 然后跟 E-Light 是 B friend 的730，是 E-Light， 它可以充电续航40小时，哎，所以你可以40分钟，等一下40小时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台灯拿去学校，然后再拿回家。你知道午休开灯就会40分钟可以充电，五种发光模式，所以它有夜店模式吗？然后。还要变色是不是？折叠台灯，所以它，所以你真的可以把它带出门吗？是一个底折叠台灯，所以你就这样子拿一根，然后就可以出门了。是要去打架吧？拿台灯打架就可以，人家要打你就开灯打架。你功高嘞，在那一桶玻璃罐。你是不会拿美工刀、哦？那我找不到啊！我在里面放了两把哎、欸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剪刀那么粗吧？玻璃罐放在旁边，你在找那个石鱼，被杀害。你那么多玻璃罐，哦，是一 light， 一 light， 还有二 light， 哇，还是什么奇怪的包装？是 USB 的线，是充电线，是 USB Type C。这什么神奇包装啊？这什么酷东西？这马桶刷、啊？什么鬼？是这个配件。它有30颗 LED 灯，然后0.2瓦，工作湿度，工作温度。工作湿度，我房间太干燥，它就会关掉，是不是？它可以到零。啊？零啊，工作湿度可以到零啊，完全没有湿度。这个又，这什么收尾机？今天是什么戏啊？没有了，就真的，就这样。他就告诉你充电，然后就可以开灯。是一亿 light， 我们来看看怎么把这个灯打开。咦、欸？已经打开了。哦，它变直的，什么鬼啦？你是不是对于打开太有障碍？有点。你不要等下回忆回它多久？它真的很直，它超直的，你就可以立着跟它一起。请问怎么开灯呢？我要先寻找怎么把这个灯打开。那灯可以这样。是啊，还有电吗？它会先坏掉。要去开灯。啊不就。哇、哦！它按钮那么大。演唱会。耶！你说你。而且还特别高哎，还我还可以变颜色哎，怎么变颜色？长按吗？我不知道、哦。是的，没错，就是长按。它不是只有一个按钮吗？但它的黄色也太暗了吧？你说跟天花板那个？你看这黄色跟没有开跟没开一样。可以啊，就跟上面的。这黄色的灯也太……是你的后面的灯太亮了啦，白痴哦！不是很暗，我根本没看到我。自己看，是超黑的。有了啦。不是啊，你谁？这个台灯呢？台灯呢、欸？他就告诉你，可以半夜睡觉就看这个灯。不是、啊，这个黄色的灯也太暗了吧？这是小夜灯。没有，你看这是黄色灯，然后这是白色灯，就光变亮。小夜灯。不就一样啊？这个才是正常的亮度吧？对啊，这才是正常的亮度吧？那个黄色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就竟然是行动，所以你就可以心情好就可以拿来放在桌上。所以心情不好就打掉。心情不好就把它丢掉。对啊，不能转。还有超暗模式就长这样。那个是夜灯模式吧？就超暗模式啊。夹心饼干模式。感觉很。但重点是谁会把它用整根直的来用？你这样吗？对啊，那是要照什么东西？是那个医生给你看那个看舌头那个牙牙。啊！结果是戴奥特曼。你看他在闪烁哇！他说五种模式，这个就是五种模式哦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看起来是的。五种发光模式，就是有一种。五种啊。嗯。一二三四五，哇、哦，五种发光模式，那个叫做五种不同色温啊，什么五种发光模式，2700到5000K， 它是有点矮啊，它是真的很矮啊，身高差距，
是一亿来，这个叫做 Z1 Pro， 所以它还有不是 Pro 的版本耶，那不是 Pro 的版本是怎样的？就打开就长这样吧。根本就夜灯嘛，打开就长这样，然后它有显示就是一种模式，无可视频闪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不会闪烁啊。但你眼睛看到闪烁那个是什么灯？那个是坏掉的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一盏，那个是坏掉，是完全故障吗？那个是好视频闪，有啊，学校的灯啊，就一直闪，就会。2.5×3.7，怎么了？这是就2.5×3.7除以五，3.7，然后除以五，1.85，所以它可以用1.85个小时，是这样吧？应该没算错吧？对。其实你是买 Type C 的线，要送一个台灯吧？你这个 Type C 的线有点烟味。啊？有点烟味？有点贵。有点贵。这一盏台灯多少？300万吧。300万。看起来没有。失败。你洗的是？超暗的。失败。真的超暗的，你自己看，它有很多模式，这一个根本就超暗，暗到一个，我根本。啊、你要把灯所有关掉才会。不是啊，是台灯呢、欸，是台灯呢、欸，是小台灯。它应该是台灯吧？睡觉模式。它是台灯吗？它是台灯呢、欸，台灯是要看书的。要抬起来的灯。抬起来的灯。所以耶，你看、啊，但是那个白色还蛮亮的，算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啊！但摧残它。它写说可以用3.2小时，好，是因为它的 LED 灯不是同时全部亮吧？你说那个黄灯模式？没有啊，它不会白灯跟黄灯同时亮啊，它不会白灯黄灯同时全亮，它的黄灯完全不会变，它就是白灯慢慢变亮，跟黄灯完全是一样的。就最后一个没有。最后一个没有，就是看起来像通马桶那个不是吗？发生堵塞，它底下真的断掉，它 USB Type C 插不进去啊！它给了你一条插不进去线，不行啊！它给我一条 Type C 线插不进去，什么鬼的？你自己来插，我给你自己插，脚直接解体，什么东西？它给你一条 Type C 线，然后插不进去，搞笑。你的心脏出血，这是什么酷炫？是一亿 light 啊！真的很一亿 ，Daddy， 好酷！再拿那个插一点，酷，很酷，我喜欢，Daddy， 很酷，很酷 ，Daddy 过来，超酷的啦，Daddy 嘞。为什么 Type C 线插不进去？那要怎么用啦？真的是一亿 light 哎！太牛了！看看可不可以使用暴力把它插进去？直接断掉！哦，有机会哦，进去！感觉快坏掉！它前面有一个闪烁的、更暗的一个灯。OK， 成功！是酷炫的，一亿 light！ 你快点！